会考配。两个都死了呀。太可惜了，没办法，运气不好嘛，我知道。好过杀了，没一碰了，但是还是一样哦，杀不了。不是说一碰了，是运气不好。落下一个，太可惜了吧。哎，感觉落叶龙虾呀，不虾吗？虾呀，一啊啊！感觉看上去这把有点可惜啊，是龙虾的，是龙虾的，它来就来了，就只龙虾呀，好的。杰克的技能很准啊，感觉他瓦雷鲁斯。这个 Lucky 的技能也差不多，Lucky 的就火力的一关差不多的感觉。感觉我看起来两边上单都不是很熟练的感觉的英雄，应该是 Binz 玩的不是很多。比如说这金动的这上单是玩的特别多嘛，还有369也是玩的不多的感觉，两边都是亏当体。最近削弱很多嘛，但是这是职业选手啊。练多的英雄没了就没办法，只能玩别的英雄。会，但是没玩的特别好，或者英雄太厉害，不是很会，但是要玩这种，是能理解的。他有伞呀，他有这样。这开枪梯不能直接开大呀！好可惜！长龙，看你啊，天，看你喽！这杰克，你 WQ 了吗？太可惜了吧！哇，武器都废走了。他为什么直接开大了呀？这眼圈都已经死了呀！我刚看了眼圈，有伞吗？没伞吧？这三线刚好，是不是啊？肯定会啊，但是最近没玩了吧？就看出来，这样游戏解释吗？不会吧，太没意思了吧？这样，不会这样游戏没了吧？最后一把呀，看起来这确实是没用吧？但是他前期做的拿的优势是应该过瘾的游戏过瘾的操作的，就是有点可惜，队友劣势有点大了。但是不能说差距吧，这卡牌都没做什么呀，这把，是吧？他们前期陈列都对接啊，这把，这 PG 没做什么，就突然赢了，就玩着玩着赢了，这赢的是突然跟一样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奎特迪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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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撞，走走走走，哇，好攻！是，这是应该选武器，不让对面玩卡牌。然后残卡牌，这种没看到，但是应该是这样的理解。
아, 어, W. 아, 저다 쿵러. 에? 유치회야. 아주 그냥 뛰넘샤우치. 에? 에? 갑자기 퇴타? 어유, 이불어. 어유, 용불려. 아, 거시, 갑자기 공수 타이 과일로. 어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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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어유. 어유.